朝鲜浪人外号追风神腿，曾踢死东北虎、大黑熊，与人决战20回未逢敌手。小伙子，你还是回去吧，就算你能过我这一关，上面还有6个高手等着你，你要是硬闯的话，简直就是找死。多谢前辈关心，我能过你这一关，就能过其他6关。好，有志气，让我送你回去。你的鞋掉了。可以上去了吗？未逢敌手，这次我输得心服口服。杨玉姐，你可以上去了。多谢前辈。蒙古勇士，外号不倒金刚，双臂天生神力，摔跤脚力称王。不敢多问前辈姓名。好耳朵，人称不倒金刚。晚辈杨玉前见过前辈。什么前辈后辈，早辈晚辈都没有用，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摔死。请指教。好，我就叫你去死。摔伤。
观音菩萨在上，戏女赛玉凤诚心向您祈问董汉成的下落。此人无声无息的一别经年，这苗疆布防，外号南天神楚，棍招刚猛，暗藏劈斩，劲力锋快，更胜大刀。你能来到第三层，功夫的确不弱。当日我在河南会馆，真是小看了你。晚辈侥幸罢了。世上没有侥幸这回事。我南天神楚孟猛，从不打手无寸铁之人。你选兵器吧。前辈用棍，我也用棍。好。已经输了，快走吧。有个人厮守到永远，是一已经输了，快走吧。还没打完。难道真要让我把你打得爬不起来吗？急无处不在，既在手上，亦在棍上。你走吧。前辈，胜负未分。胜负已经分明了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好得很。你上去吧。多谢前辈。路遥山险不难行。前辈，外号开杯霹雳手，密宗硬气功，霸道非凡，练成金刚不坏之身，掌力可断金碎石。你就是杨玉乾？看不出你瘦瘦小小的，蛮不赖啊。底下那些喽啰被你打得人仰马翻，是不是啊？没这样的事，是几位前辈相让罢了。你虚伪！你知不知道，这些人向来是自高自大，把自己当成是天下一等一的高手，我就瞧不起他们。那你呢？我是混口饭吃，闹着玩的，除了皮肉粗硬，没啥本事。前面的硬气功真是武林一绝啊！就这两下子了，我们来吧。
的地方，不打了。梁玉琴，小心点，上面的东洋鬼子坏点子多。以一人之力独挡七大高手，去。假贺派忍者为永宁格格贴身死士，精善飞爪暗器，潜藏隐遁之术，功夫阴险毒辣。得罪。既然已经喝醉了，这一层我就不用打了。小伙子，为什么不打招呼就上去了？不好意思打扰前辈，那就打扰了。外号
醉踏九州，马步功夫出神入化，双脚一时轻飞如絮，又可重落泰山，无数好汉都拜在他马步之下。前辈，好功夫，你少来拍马屁。能打到第六层来，陈正英的徒弟，果然好功夫。前辈认识家师？那是十年前的事儿了。当时我九僧向东来，有缘碰到你师父，于是大家就较量起来。你师父很客气，我也留了一手，大家打了个平手。事后我很后悔，明白到比武较技不能有忍让之心。哼，你虽然是晚辈，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前辈，来吧。哼，好。回去多练几年功夫再找我算账。小伙子，你真精打。是你坚强的意志，当你中了我的重拳，普通人早已忍受不了痛苦，会马上晕倒。你要坚强意志，当受到痛苦极限时候，反而激发体内的潜能，发挥出远远超过一般人的能力。梁玉仙，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代宗师的。前辈承让了，输就输，什么让不让的，去吧。究竟会是一个怎么样可怕厉害的高手呢？杨公子，请进吧。
杨公子，请用茶。正好我口渴得很。杨公子，请您更衣。更衣？嗯。这高手好大的架子，竟然要我先换上新衣服才肯跟我打。杨公子，您先把衣服换上，待会儿您就知道了。你是杨玉前，你认不得我了？哦，原来是你，你就是永宁格格。既知我是永宁格格，还不赶快跪下？杨玉前今日应约到此，是来比试武功，不是来参见格格，恕难从命。况且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岂能轻易便跪？好大胆子！你能把我手下一一打败，终不过是一介武夫罢了，竟敢对我如此无礼。即使是一介武夫也不容折辱。我哪里折辱于你？我贵为格格，难道便受不起你这区区一跪吗？好硬的性子，你不肯下跪，真的不怕我降罪于你吗？格格宽宏大量，当不会如一般鱼肉子民的贵胄子弟无故降罪于我了。这样吧，杨玉前，你若肯向我下跪，我便给你高官厚禄，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，怎么样？格格免疫，在下心领。所谓无功不受禄，在下未敢领受厚意。如此说来，你倒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汉了。不敢。杨玉前，你凭的是什么？不卑不亢，不屈不挠，不骄不躁。在下指望格格遵守承诺，此战之后别再向河南会馆做出追究。追不追究，我自有打算。格格怎可言而无信？在下已如格格所吩咐，比武过关，难道格格要反口不成？我哪有说要反口呢？杨玉前，你别忘了，你方才只是过了六关，还有最后一关呢。那就请格格把最后一位高手换出来吧。